综艺节目《我家那小子》中亮相的朱雨辰妈妈彻底火了，没想到朱雨辰能凭借妈妈再火一把，不过这似乎不是什么好事。朱雨辰妈妈一番贤妻良母论惊呆了网友，我是用整个生命去对待儿子的，我完全没有自我，他的每一段感情我都知道，但是我都会干扰。看上去朱雨辰妈妈要求太严格，什么媳妇也入不了她的眼。汤唯、姜妍这些女子都和朱雨辰分手了，没想到朱雨辰妈妈曾经看上过一个女明星，朱雨辰和霍思燕曾经一起演过一部电视剧《爱要有你才完美》，剧里面演技精湛。在一则采访里，李静提到朱雨辰妈妈很看好霍思燕，问霍思燕的看法，霍思燕的脑子非常清醒，她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说两个人并不合适。霍思燕后来嫁给杜江，被宠爱有加，明显不是朱雨辰妈妈要求的类型，只能说幸好霍思燕比较了解自己，也了解朱雨辰妈妈要的是什么类型。现在霍思燕在家被杜江和暗哼宠成那样，朱妈估计在家想幸亏没找这么个娇娇新娘。